靠背，虚空重击啊！锤锤锤氪金，锤锤氪金，锤锤氪金，加！你要消魂牌哦。对啊，这次又顺，干，有时候顺，有时候不顺。新猪，新猪，给面子好不好？不给心是怎样？我靠背啊！哦，不要断心，干，有点危险。我这波打得有点大力耶，干他可能脸都被我打歪掉了，因为我怕死掉啊，对啊，威力就是这么大啊，不怕过不了，说实在话，我故意消强化，我是故意的。因为威力会被削弱，干这一波没给他死，我就要死了。靠北啊，有点危险，一定要天降两个宝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有希望，有希望，人人有希望，个个没把握。靠，我的水位还没跳哎，干这个肯定是不能消了。阿林老师，阿赫阿赫，好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好，你可以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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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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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这样就对了。水雾都省下来了，太好了。可是龙克还没出起来。重点是还没新珠。林老师哎，龙哥要跳，看龙哥没跳哎，龙哥没跳哎，好悲啊！两万。没有用，反面是有点多，可能有机会。靠腰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哦，应该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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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必要玩个巴比伦玩的这么刺激吗？没有木月水天帮你过了一补盾，还有王哦，是这样是不是？水天哦，哦，我想一下哦，一波带走，不晓得，我就想要一波带走哎，一波带走右边那一只啊，应该这么说啊，开水雾应该熊啊，卖鬼水雾啊。嘟嘟好，大香肠 ，perfect，perfect，I like it， 睡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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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没用直牌啊，直牌得给他上罩啊，全攻博直牌一个你马鞋都停啊，这一回合请记得轻轻的抚弄他就好，轻轻的 ，remember。要怎么轻轻的靠背，我总觉得好大力耶，干那不够轻啊吧，干总觉得好像有点大力耶，懂呆懂呆，我跳起来了，跳起来就没事了，
OK 啦，回城。问题不大啊，为什么活木伤剩18盾你们觉得很，不是那个消木那个你觉得很难打嘞？我来破解一次给各位看，破解哦，破解哦，我破解了，我要破了，我破解，破了，回来，我破解了，我要破解了，应该是还好啦，破的不算太差啦，应该是，我个人认为是破解的没有算太差啦，不知道各位看法是怎么样。欸 Black Team 知道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那我的战术就是这样啦，亏嘞，应该是被天降吧，啊，没吧，没有光暗珠，对，直接撸过去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咔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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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暗兼治，光暗兼治，虚空重狙，有没有一波带走的氛围？我怎样黑的火符直接接了？为什么放中签啊？他妈还真会放啊！你真的很会放，佩服佩服，小弟佩服。我研究一下这个路径，好像要研究一下。不要碰到燃烧珠哦。十秒而已，我做十秒咳咳。这时候我觉得要开个特效，感觉应该比较爽一点。是这个吗？是画面效果吗？是不是？应该是。会有啾啾啾啾啾那个东西吗？各位知道了哦，给我一波七好吗？我需要你们的加持。洗到画面看不到，给我一波七，谢谢各位。中间看不到什么东西哦，就是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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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过去哦。OK 啦 ，OK 啦 ，OK 我来了，一波七了，各位。我靠呗！虚空重击啊！锤锤锤氪金，锤锤氪金，锤锤氪金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加油啊 ！K 哦，呜，碎啦！我干，吓死我！真的好可怕！他妈的，哦，手会抖哎！干这波七，对我看不到四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只看到一堆七。啊，你好哎！干，我看到干那个血叮叮叮的哦！他妈的，干，我以为打不过去。这队友有点不行，我僵尸的话，这队友攻击量看起来可以，可以，他妈的！哎，干嘛？七幺一波七幺继续刷刷刷不停哦，刷不停哦，刷不停就会过了，刷不停就会过了。有点小小的危险吗？对，怎么样？我喷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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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喷水。